所有的剑士也拢死去，只残存我俘虏小儿。这个天大的巨变，声讲说是起于一时。奈何是现代文学的开山祖了，他变成我们台湾新文学之父，是因为他把当时的各种议题他都讲出来了。1月19日起，每周二晚间10点，不急。